10月1日，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发布警情通报。2024年9月30日21时47分，松江警方接报警称，松汇中路某超市内有一男子持刀伤人。接报后，民警迅速到场，犯罪嫌疑人林某某，男，37岁，被当场抓获，18名受伤人员马上送医救治，其中3名伤者抢救无效死亡，其余伤者无生命危险。据初步侦查，林某某因个人经济纠纷来沪泄愤实施上述行为，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。